今天要报喜讯，很紧张哎，很紧张哎。来看看阿嬷的第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？我喝一口水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仪式感，说生日礼物啦，说我们准备一个生日给他，打电话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先聊天吗？还是怎样？先聊天。等一下要聊什么？你今天好吗？没有端午节，你有打疫苗吗？端午节。好久不见嘞，阿嬷在家里好不好？不能出门，对不对？最近好啊，开始在翻冰箱了。哇，你那边是杂货店哦。阿嬷的冰箱总是很满的。阿嬷。妈，你生日快到了。送你一个，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另外的生日礼物，生日惊喜要给你。你先讲一下，生日惊喜，到时候寄给你哦。那很贵重，这什么盒子贵重？那我帮你开好不好？这简直是天价，来了。准备好吗？送你。真的啊，赞哦，赞哦，恭喜你哦，真的啦，阿嬷 again 了啦，真的，如果假的不会哭啦，假的不会哭，阿嬷是，再需要一点，我本来还很怕你担心呢，然后就想说，对啊，他想很怕你担心，所以现在才跟你讲。努力，不让你会担心。谢谢你。哎，上个月都敢打给你耶，他每天都想打给你，压力很大。因为我怕吐定什么的。对。然后我就三个月我都不敢打给你，如果打给你的话，我就很想讲。因为三个月内比较不稳定。我们自己也会很担心。你给我所有的鼓励，保护我不会受委屈。你们到底要笑还是要哭？男生女生还不知道，不是啦，不，男生就送去你家了。对对对，你不是男女都好。